给。阿姨，拍摄的东西啊。哎，有拖刀呢，我刚会当假拖刀。鱼是安尼卖哦，哎呀，这大只，这高水，非常惊喜哦！你是无看过鱼啊？那我就好奇啊。后边我买一只，你等去豆豆看咧，好不？行啦。哎，等等，我好抓，好抓啦！哎呀，咩菜啊？头家，你这马铃薯袂歹呢，我一盖买五斤，你要送我偌济？180，我送你180嘛。150啦，要做生意用的马铃薯用盖上，若好食吼，以后拢恁兜的啦。小姐，你是姐姐吼，这个太假，你干吼？我是姐姐。头家，你看人的眼光实在是有够准的，我相信你若卖我150吼，生意一定好甲变棒的，赚钱赚甲袂富少。生意够讲话啦，150就150啦，我交你一个朋友，后尾哦配货的时阵哦，一定要催我哦。好啦。李慕白，陆家头家讲我是你姐姐，你想怎被讲伊看人看到就准嘞？安怎？嫌我老哦？我要抬价就是爱讲好听话啊，无甲头家有落一个，奈根本袂这计数。啊！不过传统市场物件已经接受啊，你那不是跟那欧巴桑同款，敢杀很大啊？阮做牛奶票有是要卖，一定要控制成本，能省则省，啊，不是要做心酸的哦。对吼，你讲就有道理的呢。那不，等呢买南瓜的时阵，往我来，我杀给你看。这南瓜不像我这只，我是变作沙很大。头家，这南瓜要怎卖啊？一斤33块。安尼我买5公斤。哦，安尼160块。哦。安尼5公斤，170，先走。哎呦，安尼咱好意思啦，多谢诶。阿伯，我记得送你。哦。下摆你还过来吼，我一定算恁较俗诶。多谢。诶，小姐，恁人赞哦，真少查甫人像伊遮阿莎哩。伊毋是阮老公，阮是好朋友。李慕白，拄只头家误会咱两个人成阿某，你是安怎袂解释清楚啊？是要解释啥啦？甲伊讲，你拄到爱情就讲啊，袂白上，不是我的菜。你才不是我的肉，你随便嘞。哎，对啦，啊，是安怎你进前拢杀很大，啊，这边加回5块啊？哦，拄只迄个头家面臭臭，我搁甲抬价，唔着红洗面。目台南瓜嘛无伊个水，而且你敢知影我5块买着啥？头家的笑容，头家的多谢，头家的友谊，还佫有一粒5块的南瓜。哦，李慕白，赞哦！我看以后若是有机会哦，我会甲你往来阮义代到采购部门哦，替阮趁钱。干嘛的哦？我干嘛一世人的牛，我嘛无去恁爸妈的公司上班呐。卖就卖啊！这样子东西要创啥啦？好啊啦，卖阁拍哪凉啊啦！你甲剩的食材买好转去啦。哦。哎，等我啦。你提到我要创啥？你当作我是去吃宵？我是李长的后生。我不是去吃，你提起跟我糟蹋，你是校外民主，还是校外派民主啊？
尼欢喜，是要去倒啊？安怎？敢毋是我破坏你的气氛啊？啊，若无那一看到我，就面有面夹啦。林善元，你若啉酒醉就倒去睏，莫伫只起酒笑。我看到我的女朋友甲别人做伙，关心一下，敢袂用的？免讲到遐尼好听，你根本就无把你当作是你家己的女朋友，而且恁两个即摆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英雄救美啊！阿姆的好棒棒。是讲苍子廷，你毋是前几工才因为犯家己无有心，伫遐哀悲叫母，要死要活的。那一外头就甲这颗牛小弟有讲有笑，拢免疗伤，大家好玩啊！盛元哥，我可卖当拜托你，讲话卖安尼。讲这你不爱听啊？那安尼你要听啥？我爱你啊！好啊。来，我讲给你听，我爱。讲话就讲话，别再卡手来哦。赞，有气魄。是讲唔知啊，是丢到两个查某囝，修复能力都真强，还是恁部长有神奇的修复能力啊？那呢，我看我嘛去恁遐大看卖好啊，看我是不是会当赶紧为我的丧夫之痛行出来。甲张子婷同款，欢欢喜喜。盛元哥，你莫超过伊讲歹听话伤害别人好不好？你的本事明明就唔是安尼，看到你安尼，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无你要安怎？放下，莫计较，以德报怨，是毋是只有你丢改来咱伤害别人？你爹地毁掉我的未来。海西温爸，你妈咪，把温妈过去的代志拢咬牙出来，把温妈拍垮。你刚白给我买大志高人美，欺骗我的感情，毁掉我的信任。你张子婷，声声句句讲爱我，结果呢？今麦嘛是跟别个查某人打情骂俏，你丢噶？每一个都不是人啊！是的，真的就是的。我知道阮家的人都对不起恁家的人，我伫咧才向你回信的。我今日当拜托你，莫阁折磨你家己好不好？你到底要安怎做？你才愿意放过你家己？你讲出来啊！我伫咧尽量做个够的。你莫叫是讲，伫只讲这有诶无诶。我就会把你对我的伤害放袂去。莫讲啊啦！你根本就无资格做好人，伫只发圣光，佮伫只讲，啥物我莫伤害我家己，你啥物都会当做较到。好啊，你即摆佮丢家良，死伫我面头前啊！安怎？做袂到对无？讲的比唱的佫好听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会找我家己的方法去对付张家良。盛元哥，盛元哥，别去，没事，我顶你救危险的。像啊，严盛元，我警告你哦，别你起家动手。是干什么地带啊？好啊，既然你遐尔关心我，那你我就该留在我的身躯边，做我的鱼饵。安尼张家良一定会上钩，我就能好好对付伊啊！行，我叫你甲放开。就算张子廷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伊伫咧维护你，有你付出蛮用够多啊！你若是有才调，就去找张家良算账。安尼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算什么查某人啊？我是不是查某人？你都问张子廷啊？伊话你爱我咧。我即摆啉酒醉啊，拍袂过你。后回我若是无啉酒，你敢敲我试看卖？
我绝对给你拍到做到底。你完了不？我没代志。好啦，既然有心是乌龙一场，那你就别再纠结啊。那不会参就除草机赶快原地绕圈圈哦。别艰苦啦，不是叫你放手啊。好转去啊啦。那无天哥甲二姐，过了阵咱两个咧无开的。哦。多谢。张子婷。你莫叫是讲你无有心，就当甲别人做伙。你平常时毋是讲你上爱我，为什么我啥物拢无的时阵，你就来甲别人共款放手我？就算我无爱你，你嘛只会当爱我，对我一个人好。莫叫是讲你当甲高人美共款放手我，甲我利用完就单挑。现在我跟这么不计较，都是上家两害。小宋，你看，那我们家不完了，咱公主爷啊！王正业，今天是你。小宋，这是人，拢无可能放弃我。这是你家己吹。其实今日这道菜拢是有意义的。这狮子头、带子虾仁，哎呦！恁两个款都有比比啊！你妈，你这哦，你我，我不出人命，这条足大条哟！开门！向你外面开门 ！Hello， Daddy！ 天圣元，你刚刚跪在那边，拔出去！会用的啊，你先跪落，磕头，求我，我的脚我心情好，得帮你降个温，帮你洗脚吧。那是你来阮勇士集团上班的。我上讨厌做你的经理，我上讨厌你和我的爱。其实我咧阵也是想要调整我家己，看我眼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。你要维持这个姿势，等你死了，我来替你做一个铜像，做一个为了阮爸面头前的铜像，让后代人瞻仰你的仪容。好因知影，虾米叫做衣冠禽兽？爱卡大声的，安尼神明才会听到你的忏悔啊！在海角，也是在天边，天涯总有相逢时。